晴空万里啊，我带上我的小夹子，小伙伴们快上车，咱们一起去寻找海鲜喽！出发！刚下来呀、啊，就发现了这么一只虎头蟹啊，它正在握沙，握吧握吧，哈哈，收了。这俩小螃蟹有点意思啊，哼，你看它俩背着个木头啊，这是准备要搬家吗？我用洛阳铲，这一铲子下去啊，就要出大祸了。这个海葵啊还不小呢，看看吧，哼，这个小八哥是会变颜色的啊，看看吧，它身上啊越来越白了，啊，收了吧，带你回家。冬天到了，水里也冷了，这不，派大星们集体爬到礁石上晒太阳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好看呀，哇、哦，这是个玫瑰螺吧？喜欢的小伙伴打个666，要想生活过得去啊，头顶必须带点绿。呵，你看这个螃蟹，哇、哦，这太大了，架不住呀，指甲红一只。这种鱼叫狼牙鱼，它们的眼睛啊已经退化的没有了，有点吓人。哇、哦，要打起来了，哇、哦，又发现了一只扇贝啊。扇贝不仅味道鲜美啊，它的壳更是可以做个装饰品，挺好看的。大风过后啊，沙滩上发现了这么个东西啊，这应该是条鲨鱼吧，反正啊我是拔不出来了。